过去数年，教育经费被削减超过100亿，令大量教师被裁员，课程及相关教育项目被迫取消。我失去了帮助我选择大学的辅导老师。我没有发言权，因为我还不可以投票。请在11月2号为我的未来投票，我的未来就是加州的未来。